YouTube channel。 OK，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旁边有一个红色 button， 你们记得按下去啦。 OK， 今天我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要挑战跳菲律宾的歌曲。因为我本身呢也有很多来自菲律宾的朋友。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我就看到有一 group 的 dancer， 他们就跳这首歌啦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rikin， 然后这首歌的歌手呢是 Juan and Carl， 然后编这支舞的 dancer 呢，他们的 group 是 2AM Boys。当然我觉得 Marikin 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啦，想说就是试试看 cover 他们的舞蹈咯。所以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我应该是第一个跳菲律宾歌的马来西亚人啦，拜年。OK， 所以废话不多说，现在我去载我的朋友先，因为今天他们会帮我拍摄啦，所以我到了现场再拍一些东西给你们看啦。 Let's goAlright, everybody， 这就是我的拍摄现场啦。那给你们看看我的后面有什么，海边啊，笑笑啊。天气这样热，现在大概是中午12点多。你看我穿到这样，拍 YouTube 容易吗？你们讲。这边就是 Batu Fringi 啦，所以我就是特地选这个地方来拍我这个跳舞的地方。今天我带我这两个朋友来帮我拍摄啊。所以呢，有来槟城玩的朋友呢，记得来 Batu Fringi 啦，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，海边也真的很爽。好 ，Shannon、Daniel， Hello， 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帮我拍啦。All right， 还有哦，我上一支 video 哦是去做那个针灸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现在我的脚已经好了，然后特别在这个 video 要感谢 Claire。把我的脚医好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 It's a wrap。 然后希望本地的朋友，马来西亚或者是菲律宾也好，或者是各国朋友都好，有看这个影片的好咧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。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， Bye。